Thank you, Khao Jai.买个牙膏，牙膏用完了，买个小的三明带。朋友们好，我是阿坤，我现在正在骑行东南亚，现在还在老挝，距离柬埔寨边境还有150公里，我计划两天，明天骑到柬埔寨的善丁口岸去。今天这天气感觉会有大雨，下雨了，下小雨，不是很大。这有辆大单车，能看到不？这地里面种的不知道是什么，是不是大麻呀？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植物？这两个小哥在这摘的啥 ？Eat，OK OK，Thank you。哇，给我吃一个。不知道是什么果子。嗯。魏正来 ，Have you？ 白吗 ？No。哇。好涩呀，还有点酸。呵呵。Nice， 哇！来，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果子吗？看一下来，哦，这拖拉机可以、啊，哥哥，嗯，萨瓦迪。啊！我这个每次预测天气都预测不准，我以为会下大雨，它下了一点点小雨就不下了。哇！哇！
愈合愈远。今天这个雨估计难停啊，全身都湿透了。哎，还好，在老挝这边一般，看这有个桥，桥头桥尾都会有这种亭子，可以歇息。这里还有个羊。这个屋子门锁了。嗯，墙上写的是禁毒标语。这衣服估计粘得出水了，湿透了。第一年就是看这羊，外面的雨还没停，然后这里真是个羊圈，羊都回来了。下午的4:30了，我把雨衣拿来穿上，往前骑一点去找露营地吧，不能睡人家羊圈里面啊，要是没有羊的话那还能睡，还有羊在可不敢睡。穿上雨衣再往前骑，因为我换了一身干的衣服，如果再湿了我就没有衣服了。不大，没有刚才那会大了。拜拜了小羊崽子们。哎，这会雨不大了啊。 Hello， 哎，300D， 下了一天的雨，路边的帘子里面都被水淹了，这会雨基本算停了，飘一点毛毛雨，忽略不计。这看样子是个村子，看一下有没有卖吃的。这里面是不是个学校啊？学校的话就可以露营了。这好像是老挝的一个部队，我在里面看到了军车。这个村子并没有卖晚饭的。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，
这桥边又有亭子，如果有吃饭的地方的话，我已经可以在这露营了。如果待会再遇到合适的露营点，我就不骑了，我就住下，自己煮面吃，找个地方要点水就行了。天快黑了，到这村子里面没有发现有商店啊，也没吃的。哇，没有看到商店，看到这个流动小摊，哈哈，这个肉啊，看着都湿着的，算了吧。我觉得我待会可能会后悔，应该买一点那老哥的东西的，因为我看卫星地图往前面走，也没什么村庄。这有个加油站，对，我看买点啥，三百斤，哇，买瓶老挝啤酒，算了算了。每次到这个地方我就选择恐惧症，主要是感觉没啥好买的，算了，买瓶水，就买瓶。这是什么？核桃仁。就买瓶啤酒吧，买瓶啤酒，再买一瓶啊，选择恐惧症啊，兄弟们，再买瓶水吧。OK。哦吼，这有烤肠，买上，three，三个。他这有炭，我再买一点，可能下雨天不好生火。这是灶，加四的。买点炭，买三个肠就好了。OK，thank you。完全摸黑骑，又下雨了，雨又下大了，手电在包里，我不想拿，我一拿出来，那个包一开，它进水了。好在能看到这个路面有水会反光。老挝这边的路桥头桥尾都会有那个小棚子，完全如我所料啊，这有个桥往这过来，就看这里有个亭子，不过这个亭子有楼梯，自行车放下面吗？还是拿上去吧。懒人挑重担，应该卸了驮包一样一样拿下来的。哇，整个车扛下来了，差点没把我累死。这地下还有一些洞，不过不影响。腿上又沾一些这个，不过没有上次多。帐篷也搭好了，现在烧水煮挂面吃。这个炭火就是火焰不是很大，它的优点是持久。看一下里面，我放了三个火腿肠。今天又是淋了一天的雨，现在头发还是湿的。明天我应该就能到边境口了，但是那边有景区，我可能后天出境吧，后天去柬埔寨。兄弟们，朋友们 ，eat， 哇，看看这个面，我放了好多那个辣椒，一点都不辣。忘了，还有大蒜。我那天路过有一家店买了，它的蒜特别小，指甲盖这么大。这样。还有一罐老挝啤酒，
位老少爷们，走一个吧。这雨哗哗哗的下，啊，睡觉吧，还有点漏雨的地方，不过帐篷上面不漏。